让你做一些事情。我想，一个文明的城市哈，其实可以看民众对于这个城市对于动物的态度，而知道它是否文明。你前一阵子啊，你拍了一个广告，对不对？毛小孩可以担任医师的毛小孩医生这个广告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特别你也颁了一个荣誉事权啊给卡西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肯定的。我们也很希望说，透过市长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民调可以稍微回升？那我特别要提醒市长，其实，在台北市哦，你颁了一个荣誉事权之后哦，我觉得有几只也需要市长关心的小狗，我希望毛小孩，我希望市长你也能够了解一下。你知道我们台北市有一个搜救队、搜救犬吗？知道。我们有几只搜救犬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也训练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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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上，不用。